能玩一个游戏，就蒙眼打气球，这是你拿起的名字啊。然后图也是他的原因，规则也很简单，就是每个人头上粘一个气球，然后把眼睛蒙住，谁先把对方的那个气球拿掉就算赢。然后我们还有两个道具，一个是比较长的抱枕就比较有优势嘛，然后一个这个是上次有个同学送我们的抱枕，还有两个眼罩，一个宁静童话，然后一个正常的黑色的眼罩，两种气球，一种是小的，一种是大气球。小的这个就玩起来就比较占优势嘛，对，就不容易被打掉。然后先石头剪刀布，一共三轮嘛，谁赢了谁就能先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工具。石头剪刀布，先选抱枕是吗？好不好？石头剪刀布，我要气球啊，反正我要小的。石头剪刀布，你要绿的还是要黑的？要黑的。你不想试试宁静灯光吗？就是绿色的留给你吧。这就写完了啊，然后我要把家里都清空。你在做什么？唱歌。One time。先粘，拿着。胶带呢？我送你的。对，你怎么看？不公平，你先贴的。你贴密码贴那么多层，你的不是密码，好像贴的，我的才没有呢。闭着眼睛原地转三圈是吗？要不然不就记住你在哪，凭着记忆就找了呀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一走我一走，你一走针就乱掉了。不用转圈，不行，转三圈，原地转三圈，好吧。那我这个穿不起啊，这怎么有镜子了？我不喜欢，比我的紧多了。戴上了，戴好了吗？不许留缝啊！我给大家看一下。Ready go！ 开始就转圈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好了。猎杀时刻。好了，第一局你输了。真的呀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三、二、一，转圈。好了。不是的。你才脱发呢！ Ready go！ 准备了，三、二、一，转！开始了啊！哎，人呢？谁先跳的？平了？什么叫平了？肯定有两个人一起掉了吗？不，肯定有一个谁把你脸都戳红了。我没戳你脸，戳不到脸，那自己戳的。不是，是你戳的。咱俩肯定有一个先掉的，这个没法，这个怎么算？你说，那就再来一把嘛。刚刚那个算平了嘛？1.5:1.5。Ready go！ 一、二、三，开始转。开始。谁？要不能用手，手太危险了。你看你戳到我这里。我
我没戳啊。再说你都戴上眼罩了，怎么能戳到你那儿呢？戴上眼罩也能戳进来啊。不能，谁让你不选那个保护性强的？你都弄到我脸上了，奶奶，你站着让我打下你的脸。你打身上吗？不疼。打身上也得，别在这儿点。打身上也疼，我舍不得打你。你舍得拿手抠我？最后一局啊，谁输了谁收拾吧，好吧。好。Ready go！ 三二一，开转圈。哎呀！怎么能掉到一个？谁让你这么坏的？谁让你怎么那么坏的你啊？还玩吗？再玩点吧，没什么，时间太短了。我们俩持久一点。Ready go！ 三二一，转圈。好，厉害，那你就作妖吧啊！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你想，你这样就打在我身上，我不疼吗？没有啊，我就轻轻的转呢。怎么就得轻轻的转，就得转成这样了？对，我就让你吸了，快点抓住。